临安小记这首曲子啊，它很柔和，很安静，极具古风韵味，同时又不乏张力，像极了杭州这座城市。它很温婉，很端庄，可是在保持自我韵味的同时，又在不断的成长与发展。说到祥符这个地块啊，它自南宋以来就是杭州的北大门，当时下面三条河纵横交错，船来人往，商贾交汇，所以一个繁华的江南小镇就此诞生。千百年来，说到祥符，我们就会想到河水、商埠、老屋，还有古桥，那种老底子的杭州生活味道一直在这个地方延续着。如今祥符桥依然健在，但是南北两岸会迎来崭新的街区风貌。无论时光怎样的流转，城市怎样的变迁，但是这块地方没有被城市忘记。无论两边的风光怎么样变换，但是那种浓浓的杭州街巷繁华的生活是不会变的。并且历史与未来，传统与时尚，江南与国际在这边和谐共融，我们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祥符。杭州经典的生活啊，多在小河岸边，像是中河旁边就有富可敌国的胡雪岩的故居，而如果说到贴沙河畔或是鱼塘河畔，则有我们熟悉的龚自珍和章太炎的故宅。到现在杭州人的生活也是这样，把西湖让给了世界，而自己却住在了小河岸边。我们在霓虹灯下绽放着青春，跟着时代的车轮快速地向前，在忙碌当中享受着生活。祥符桥远离市区的喧嚣，带着过往历史的文化气息，但又在城市的更新当中不断的迭代，可以讲是代言了杭州城市文化生活的复兴。寻一处秘境，泡一壶浓茶，昔日桥边盛景再现。但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那些白墙黛瓦都逐渐的隐没，一派时尚的生活油然而生。树立在富有江南特色的景区中心的祥符，代表着老杭州的记忆，在夜深人静昏暗灯光下面，仍然等一个懂的人前来回溯。